吴绮莉同女女吴卓林相依为命，一直身兼父职，独立照顾女女，完全发挥到母爱嘅伟大啊！最近同女女回流香港生活嘅佢，日前凌晨时分单拖现身跑马地一间便利店。我哋现场所见，一身黑色打扮兼素颜上阵嘅二拎喺便利店里面进行大扫货。你睇下杯面啊、鲜奶啊、新物，样样都啱。睇嚟屋企冇晒嘢食，要上仓噃。冇耐佢再去睇下杂志，揀咗一轮先去柜位找数。跟住佢就一抽二愣去咗攞车翻归。